主料：泰国香米100克，金瘦肉50克，菠菜100克，玉米粒70克，大虾3个。辅料：芝麻油、盐、九顺生姜汁、白胡椒粉、蚝油、生抽。准备时间：10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：30分钟到1小时。食材图：将米洗净，放入锅中，加入适量清水，开始煮粥底。煮粥的时间：制作配料：菠菜剁碎末、葱切粒、猪肉切细丝，削去皮后切成小段。姜葱、瘦肉丝和虾仁放入碗中，加入芝麻油、白胡椒粉、食盐、蚝油、生抽和九顺生姜汁，拌匀腌制起来。粥煮成浓稠状，放入腌制好的猪肉丝和虾仁，放入玉米粒，重新加盖煮10分钟。最后撒入菠菜末，再煮3到5分钟后关火食用。烹饪技巧：一、肉丝和虾仁提前腌制，入味更好。二、用砂锅煮粥，粥更粘稠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访问 TT 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